主料，豆腐皮2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红辣椒、黄瓜、胡萝卜、小葱、香菜、味精、香油、大蒜、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买回来的豆腐皮，把豆腐皮切条装进盘里，锅里加些水，把豆腐皮煮一下。豆腐皮煮好了，准备好小葱、胡萝卜、大蒜、香菜、红尖椒、葱切碎，辣椒切条，胡萝卜切丝，蒜切末，香菜切碎，把豆腐皮装在盆里，爆辣椒适量，大蒜适量，味精适量，醋适量，小葱适量，味精适量，精盐适量，香菜适量，香油适量，黄瓜适量，油适量，搅拌均匀即可。搅拌好装进盘里，烹饪技巧。豆腐皮吃法有很多，炒着吃也可以，豆腐皮炒肉丝，豆腐皮涮锅等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